首先安排开场一定是要重量级的人物，这一位呢，我们号称是我们的芒果公主，也是我们豪记唱片的台柱乔佑公主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欢迎芒果公主带来的歌曲。谢谢红毛哥，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，哇，各位芒果同学大家都晚上好，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乔佑的代表歌曲，满满感恩的歌曲撒丫会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等一下再继续送好不好？同学们冷静好不好？大家卡冷静一下，卡冷静一下，节目才开始三分钟就要暴动了。啊，哇，红毛哥好。哎，芒果公主好。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。因为大家好，非常的热情，因为都是看到你啊，看到你就是看到南台湾的阳光。我觉得很开心哎，因为我回来，我也算是回家，你知道吗？是哦，因为之前你不是台南人吗？我是台南人啊，但是我嘉义也住一阵子啊。哦，算是当舅舅嘛，剩无限啊。第二个家。对啊，之前在嘉义铺子啊。是。哎呀，哇，大家有福了。这个我们芒果公主啊，她之前有一首歌，歌名我先不说，她在 YouTube MV 的点看率有3700万。这3700万是什么概念呢？台湾就2300万人，对，但是他看了3700万，就有人每天看啊，24小时不停的看啊，
不是，红毛哥你错了，是、哦、不是这样子、哎啊、那怎么算的呢？其实那个点阅率它是这样子来的，它是一个手机或者是说一台电脑，就是一个 IAP， 它只不管你看十次、二十次、一百次，它都算一次，只算一次。哇，那等于说连海外的朋友也看了，就有一些东南亚的朋友，还有一些有华人朋友这样子。3700万这个概念大概哪些？不知道我跟你报告一下哈，Michael Jackson 那当阵哦，那个嘻嘻有无？啊，不才3000万啊，你啊，啊，咱芒果公主3700万诶，大公有够无？谢谢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？刚刚听的一首歌不过瘾。一定要 encore 一下。我们的安排的歌曲齁，前面的歌曲都是这个千万点阅率的歌。是。刚刚这个芒果花呢，酸鸭灰是乔佑的代表歌。他是在描写乔佑对爸爸妈妈感恩的心。是。所以呢这首歌呢也在没有打歌的情况下，因为他不是主打歌。是。他也破了2000多万的点阅率。现在也一直在持续上升当中，所以我很感恩很感谢。是。那接下来的安排这首歌曲呢，我真的也是非常的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支持相挺，尤其是我们嘉义的朋友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电视台服务，在主持节目，所以呢我有很多的观众都非常的支持、很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点阅率也是从这边过来的。其实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是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，对对，都像好朋友一样，没有错没有错，赶快呐！对，我看到家看大家这么热情，我嘛就激动的呢，我觉得大家都好嗨哦。那接下来，等一下哈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右上我继续送，但有拿到的我们就先退到后面，然后让没有拿到的往前面来拿。就是一人拿一个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把这个机会再让给其他的朋友，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，因为。这个刚刚有拿到科技霸券的朋友赶快去换齁，明天就喝不到咯，今天最后一天齁、哦、赶快齁。哇哇，我们红毛哥也大手笔，我刚刚这样子也是送了8张开家己的齁。我、哦、开我家己的、哦、我刚刚随便喊一喊就花了差不多2-3千了。哎、啊、再给花贵啊，哎呀，有啊，你唱的越嗨他们越高兴，我送的越多好不好？接下来再来什么歌曲？谢谢谢谢，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陆你的一心送给我们的好朋友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直接下去送好不好？阿伯，我给他送不完呢，我给他准备足多。他刚刚没有拿到的呢，举个手。拿到的我们就让给没有拿到的，好不好？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无什么，梦中有惊醒，两只泪声出我的你，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不开。就先让给没有拿到的好不好？来，后面的朋友，来喽，手机支下来了，欢呼声在哪里？何闲梦中又惊醒，两绝对写出我爱你。欢呼声有没有啊？
手机气囊支架，最新的小礼物，哇！来，好了哈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好，那么呢，来，虽然上上下下有点辛苦，但是这样运动一下，我觉得也不错啦哈。还想不想要拿小礼物？没有，我应该问说，阿哥有想要听歌不？我就怕你不爱听，我怕要拿小礼物而已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乔佑要来唱新歌，乔佑的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好歌啊，这首歌呢是由我的师弟庄正凯谱曲，蔡湘怡老师的词，歌名叫做《坚强是我的名》，共同继续欣赏，谢谢，来点热情的欢呼声好吗？谢谢。等一下还有一个小礼物哦，我要看你们满满的热情。等一下欢呼声哪里最大声，小礼物就在哪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真情的冷暖沾着目屎滴，不愿人思苦自己，酒吧的歌天在阮要离开，行李装满志气，前途的苦楚拼甲半哪地，感情是过程免自卑，我不怕考验，要成功出头天，我就是勇敢的过日子。啊，起起落落，坎坎坷坷，人生若爬楼梯，啊，风风雨雨，点点滴滴，人生的滋味。创造一片天，坚强是我的名字。有没有很热情的尖叫声啊？好，真的很热情。来，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乔佑的手机飞带，都是新专辑的新的礼物哦。欢呼声哪里？后面的朋友。真情的冷暖沾着目屎，不愿人思苦自己，酒吧的歌天在阮袂你怎么起，手举起来挥舞一下好不好？前途的苦楚拼到半哪地，坎坷是过程免自卑，我不怕考验，要成功出头天，我就是勇敢的过日子。起起落落，坎坎坷坷，人生若爬楼梯，啊，风风雨雨，点点滴滴，人生的滋味，踏踏实实创造一片天，坚强是我。
终是我的命日。中间的朋友欢呼声，右边的朋友欢呼声。哦，还有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继续欢呼声，都不要停啊！我就继续送啊！呜，哇，好，全部都说都有了哈！来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大声的欢呼声在哪里？谢谢。哇，原来送小礼物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谢谢。哎，我没小礼物啊，你还有要听歌吗？哦，这样子我就会很感动了，谢谢。他刚才这首歌曲呢，坚强习惯的名收录在呢乔佑的第六张专辑《英台》这张专辑里面，另外一首好歌啊，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帮忙分享传唱，好不好？刚刚你们拿到了扇子，不管是扇子或者是呢手机气囊支架，还是我们的手机背带，上面都有英台的封面的照片。哎，相片哦，哎，给你刻回去呢。哎呀，你没东西刻起来啊，相片放在桌上，这样我会伤心哦，吼，这样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来安排我的最新专辑的这首歌的主打歌哈。我要请我们现场的好朋友。我也爱你们，谢谢。这是乔佑的专属后援会，我的芒果佑班的同学，爱你们，谢谢。我想说大家配合一下吧，因为我只是个开场，等一下后面的节目呢会越来越精彩。我要来安排这首歌之前，我要请大家呢，可不可以把你们的手机的手电筒模式打开？因为我要唱的这首歌是抒情歌曲哦。赶紧手机啊，手机啊，有无？大家让我手机啊，对吧？对，手电筒的模式打开。然后让我们看到现场满满一片的星海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的海之下呢，就要让它嗨翻天，好不好？我后面的好朋友，大家都好配合，哇，到那么后面去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！哇，赶快有手机的都拿起来，好不好？把手电筒的模式打开，如果不会用的左右边的朋友呢，问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一片的星海真的会很漂亮。然后我呢，我也会很尽力的唱。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《英台》送给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好美哦！谢谢你们，好漂亮哦！如果可以再更多一点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人过的目屎，不知我做歹，青春的岁月，袂当搁停来。敢讲你不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为你等。无你等来，故事三听愿明白，将我付你的爱，你来变心我不知，当作命运错安排，用情愈重。就愈多伤害，伤心无底，飞向天涯，飘落的泪染着未来。虚幻的世界，什么是真爱？谢谢，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。真的让我太感动了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人过目屎，不
做歹，青春的岁月袂当倒停来。人讲你不知，伊是我的最爱，为你等待，等无你等来。故事。谢谢，哇，真的非常尽力的演出，满身大汗了。